爸爸最近可能回不来了。爸爸是不要我们了吗？小乔，我想跟他离婚。离婚？你们这次闹得这么严重吗？我跟他有太多的想法不一样了。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问过我一句话？你问我跟他在一起觉得幸福吗？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之前也一直在动摇，但我现在彻底清醒了。我可以为婚姻去做一些妥协，但是我不能没有底线吧。向南，你真有勇气，你能做这个决定我挺佩服你的。爸呢？买菜去了吧？我以为遛弯去了呢。哦，你们俩到底知不知道？你们俩看见他没有啊？啊，我妈吧。嗯，妈，妈，妈，你快来，爸去哪儿了？啊，你爸在外边遛弯呢吧？对，我就觉得遛弯去了。嗯，拿出来呀，把箱子。好了，走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对，赶紧走，不然一会儿堵车了。对对对。来，我走了，给我，我拿着。啊，走，走了，你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我们都走。哎，我拿包。哎呦，外婆也会想你的啊。哎呦，那慢点，慢点，走。来，再见。外婆在，外婆在，阿姨在，阿姨小姨在，再见。来，上车，你是你先上，完了提提上去，跟皮皮一起把安全带系好啊。好的。啊，好乖。走了啊，嗯，姐慢点。钟儿，你现在是不是也开车啊？对呢。啊，开慢点好呢。嗯，拜拜，走了妈。啊。总有一些会失去。再也想不起断断续续的消息，然后忘记，谁还能面对生活。妈妈，我没电了。那妈妈给你充个电啊。望着说都要在一起。好了，不管。妈妈，爸爸是不会回来了吗？爸爸最近可能回不来了。爸爸是不要我们了吗？不会啊，爸爸怎么会不要你们了呢？爸爸考了一个更高的学位，要去国外念书。因为太远了，所以就不能像原来那样，下班就回家。我想去。你想去啊？我也想去。那好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啊？等你们放假吧，好吗？好。因为还要办护照，要办签证，然后这些办完以后，如果你们没开学，咱们就去呗。好。那我要讲阿凡提的故事了，好吗？好的。可以吗？我们先讲重金币好不好？好。有一个特别贪心的国王，他整天都想着怎么搜刮百姓的钱。